王佑四，原北京玻璃研究所职工。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在不久之后，王佑四和他的同事们一起接受了一项秘密的任务。1976年9月19日，北京第一轻工业局科研所所长王佑四正在家中整理家务，一位不速之客突然登门拜访。9月19号那天是一个礼拜天，礼拜天在家正干家务，洗洗衣裳什么的，突然早上9点多钟，因为总厂玻璃总厂司机来了，一进门呢说这个老肖跟老景让你上厂里去一趟。我当时一听，我说他们找我是什么事？对于王佑四的疑问，司机并没有回答，只是拉着王佑四匆匆地赶往北京玻璃总厂。因为我们家那会儿住在东四，东四走到东郊九龙山化工路西口那儿得走一段时间。后来我就问人姓张，张什么，他们找我干什么呀？尽管王佑四一再追问，司机还是没有向王佑四透露相关信息，这让王佑四的心提了起来。刚刚赶到北京玻璃总厂，他便迫不及待地找到厂长和书记，希望他们能解开自己心中的疑惑。到总厂以后见了他们，说让你到605去。我说到605干什么呀？说看用你原来做宝石的方法能不能做石英的东西。哦，当时我就想起了啊，用这种工艺啊来做水晶棺。王佑四知道制作水晶棺是一号任务的一部分，对于一号任务他也曾经略有耳闻。就在10天前，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遗体保存15天，以供吊唁和瞻仰。在举行完追悼会之后，再将毛泽东的遗体火化。然而，第二天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发出通知，决定要建立纪念堂，永久保存毛泽东的遗体，并将这个任务定名为一号任务。当时呢，就是让梁成武负责这个纪念堂这个事情，建纪念堂，保存遗体，让全国人民瞻仰。1976年9月19日，在北京玻璃总厂，王佑四被告知他们的任务就是建造水晶棺。这瞻仰，这他得有透明的棺材吧，你起码得有个容器吧，你搁里头啊，为了保存嘛，那必然他得能够看得见，才能瞻仰的。哎，反正这当时不知道怎么具体做，但是知道肯定要做水晶棺。水晶棺代表的更多是对死者身份的认同，但是不是用水晶来做，水晶棺是什么形状，却没人知道。正当大家对水晶棺的制作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提出在香山存放着一具完整的水晶棺，这具水晶棺的主人是孙中山。51年前，1925年，去世的孙中山被放入一具楠木玻璃棺内，停放在北京碧云寺。根据孙中山保留遗体的遗愿，治丧处向苏联订购了一具水晶棺，但由于保护措施的疏忽，水晶棺运到北京时已经损毁，这具棺椁也就被存放在香山供人参观。
然而，当满怀希望的人们赶到香山时，这具水晶棺却让大家大失所望。他那是菱形的，上的小，中间大，底下小，这一个菱形的，有玻璃，透明的，但是呢，它镶在一个架子里头。这具棺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水晶棺，也不适合用来仿造。中央提出来呢，就任务就是说，做水晶棺呢，要有叫庄重，要庄重，要有民族色彩。工艺美术学院有俩教授，他们提出来是廓形的。水晶棺的形状已经确定，大家却仍然希望能够找到制作水晶棺的技术资料。王佑四知道，世界上唯一制造过水晶棺的国家就是苏联。1924年2月21日，列宁因脑溢血去世，他的继任者斯大林坚持焚化遗体不符合俄罗斯人对先人的敬爱之情，列宁应当用与众不同的特殊方式安葬，列宁也就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被装殓在水晶棺中的第一位领导人。当时就分成三个组，就用两种原料，三个组，三拨人。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1956年，已经去世了3年的前捷克共产党领导人戈特瓦尔德被他的继任者从水晶棺中移出，以保存遗体不符合人民的传统为由被火化安葬。也是在1956年，63岁的毛泽东在一份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倡议书中这样写着：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然而，直到1976年，中国还没有一份关于殡葬的法律文件，很多人都希望能将毛泽东的遗体永久保留下来。北京605厂的车间里，王佑四和其他人一样，都感觉到了自己身上的重担。在北京呢，就这几个点儿的厂子，像锦州的155厂，上海的153厂，这个四川重庆的157厂，还有成都的208厂。这些厂呢，都到北京来，技术领导都到北京来，在北京呢，605厂这儿搞会战。为了保证质量，会战工作采用了四氯化硅和石英粉两种原料，分成3个小组，使用3种工艺分别进行试制。然而，试制工作却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王佑四所带领的第3小组生产出的样品因出现瑕疵宣告报废。这种工艺时间长，相当的长，这一天啊做不了多少。你要是2米4的大碗啊，那时间得长了。时间越长呢，它这个混进杂质的机会呢，就几率就越高，所以就保证不了它的质量。生产时间较长的弊病是第二小组采用的气垫法也宣告失败，只剩下第一小组还在继续着试制的工作，他们采用的原料是人工合成的四氯化硅。它不是液体吗？用蒸馏罐蒸馏，蒸馏，蒸馏一次，蒸馏，然后再
经过几次经流，就把它加热，加热到一定温度，它就分解了，分解再化合，它越来越提纯，就起一个提纯的作用。哎，它能达到六个九，七个九，就是99.99999。第一组的成功让大家兴奋不已，会展组也立刻决定采用四氯化硅为原料进行石英板材的生产。然而在国内能用四氯化硅制作石英板的企业却不在北京，而是上海的吴静砖瓦厂。他这个厂啊，他是医药公司所属的，生产这个石英产品。他跟北京那个厂的关系很好，厂长之间来往很多，我们就到他厂子去学习，去了四五个人，学习他们怎么打这个坨子。全国的工厂都希望能为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尽一份力，有这样的机会自然全力支持。很快王佑四和同事们带着相关技术资料赶回了北京，原先的三个试制小组经过简单的调整后开始了正式的生产。王佑四的工作是将液态的四氯化硅做成石英玻璃坨子。四氯化硅啊，有绿就是盐酸呢，它分解出来就是盐酸，那整个车间都弥漫着盐酸雾，雾不呛人吗？你像这有些这个金属镀的这些，很快就长锈，都腐蚀了。然后晚上一看，到外头一看，这车间有挺厚的一层雾罩着这车间，啊，那相当的什么？就说当时大伙儿也顾不着这，盐酸气呀、蒸汽呀，也顾不着。人们无暇理会盐酸物对身体的影响，当下最重要的事就是确保水晶棺的生产。有时候做了一段以后，人反正都感觉没精神，有时候血压都低了，经常低。后来大伙儿不这车间领导一看，都这补充点巧克力吧。吃点营养吧，给大伙儿买巧克力。对于领导的关怀，大家并不在意，他们所关注的是他们正在生产的水晶棺。早一天将水晶棺制造完成，毛主席就能早一天安息其中，也早一天能让更多的人瞻仰到主席的仪容。干劲儿，不怕吃苦，不讲报酬，什么也不讲，就是干。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1961年10月31日，保存在水晶棺内的斯大林的遗体被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从列宁墓中牵出，草草埋葬在克里姆林宫的围墙下面。也是在这一年9月24日，面对来自英国的蒙哥马利，68岁的毛泽东说出了对自己死亡的5种预测：一是被敌人开枪打死，二是坐飞机摔死，三是坐火车翻车而死，四是游泳时被水淹死，五是生病被细菌杀死。在会谈的最后，毛泽东戏言道：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鱼虾会感谢不尽。1977年1月，毛泽东已经去世4个月了，人们的心情依然同北京的天气一样，
降到了最低点，玻璃厂生产车间里的温度却比往常更高。王佑四和同事们生产好的石英坨子已经被压制成100公分厚的小平板，又在熔炉里被加热到1850度，以便经验丰富的老工人把它们拼接到一起。1850度，人就离着这么半米多远，就这么操作，还得看。那会儿都武汉劳保所的做的那太空衣裳，太空衣裳是什么？就是外头就隔热比较好的，眼镜呢就戴着都是镀金的那反光镜，就那样，这脸呢都给烧的都烧焦了，都秃皮。烧着的师傅就开玩笑说是我都掉了2层皮了，烧的就秃皮焦了。为了防尘，车间的所有窗户都被密封了起来，室内的高温挑战着每一个人的极限。那车间角上有一个淋浴，就洗澡的淋浴，实在受不了了，要到底下拿淋淋回来再干。1977年7月，王佑四的工作提前完成了，老工人们拼接好的板材也被运到第一机床厂进行打磨。然而王佑四并没有时间休息，领导们又把他调回北京玻璃研究所。在王佑四制作水晶坨子期间，北京603厂已经按照专家设计的模型制作了2具光学玻璃水晶样棺。第一具因为外形不合格而遭到淘汰，第二具样棺也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问题。就人搁在里头以后，因为这个比较厚，外头一层面，里头一个面，这样呢，尤其有照光的情况下，他这人头的影啊，就从这儿就看出来了，有反影。说你不能把一个棺子里好几个人头像。为了解决反影的问题，光学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提出，通过镀膜可以增加石英板材的透光率，有效地避免反影的出现。经过讨论后，专家们决定采用真空镀膜的方式进行再加工。真空膜呢，镀得比较牢，而且呢，这个掌握起来薄厚好掌握，但是呢，就是没有设备。那会儿没有那么大的设备镀这大件儿。国内没有设备，从国外订购则需要较长的周期。任务负责人立刻决定，按照现有的设备，自行研制一台符合要求的大型镀膜机。后来就上218厂，珠口那218厂，看他们的镀膜机，进口的，这只能镀1米多大的，就让他们说照着这个画下图来，搞好设计，然后到厂子加工。啊，全国各地反正能够用着的都弄一块设计，这儿设计，然后他们加工。用了4个月就做出来。镀膜机刚做出来便立刻投入使用，但此时遗体保护组又提出了新的要求。遗体保护组的这个要求，他要求呢不要透气，就是说要密封，这一个要低温，要低温。第三个呢，
不能让红外线、紫外线进去。在完成了镀膜工作后，石英板被运回到玻璃总厂，黄佑四又做好了组装水晶棺的准备工作。三氧的这个效果比较好，质量比较高，又能达到遗体保护组的要求。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1972年2月21日11时30分，当尼克松走下舷梯时，他还没有想到自己的这次破冰之行还能与毛泽东当面会晤。下午2点40分，尼克松和基辛格来到毛泽东的书房，见到了这位多日来都缠绵病榻的老人。而此时尼克松并不知道，在这扇屏风的后面，一个紧急治疗小组正在焦急地观望着。3年后，1975年10月21日，82岁的毛泽东再次接见基辛格时，笑着说道：我的身体状况不好，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1977年7月，毛泽东逝世10个月之后，制作水晶棺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基本完工。拼接好的水晶棺还需要进行粘接，但既要粘接的严密，确保密封，又要保证粘接后不影响水晶棺的整体效果，使王佑四的工作再次遇到了一个不小的难题。一开始是用什么？用针头注射，往里头注胶。注胶呢不好注，而且呢容易生成气泡。因为气泡少气泡，还得拿针得扎，不能让它有气泡。有气泡，这个缝中间就有一个气泡，在那里头不能出来了。哎，那多不美观呀！哎，这就最后想不住，我把它抽成真空，那胶呢就反正是哪是真空，它就往哪跑。哎，那胶就给吸进去了。最后是采取这么站接的。1977年8月初，真正的水晶棺问世了。但如果要保证粘影效果，同时又要保持低温，就必须在水晶棺内设置冷光源。专家们决定采用先进的光导纤维技术，用玻璃丝将光源送入水晶棺。灯具、电源都在一个箱子里头，然后呢，就把这根玻璃丝束啊，给它拉在那个水晶棺。水晶棺啊，它不是一个棺座吗？就在这地儿传进来。这儿有5个镜头，这边有5个镜头，就在主席的头部，然后设的这棺顶。棺顶不是这么平着吗？设在棺顶，然后再返回来，反的脸上，就采取这种，然后上，然后再下来。光导纤维不但可以增加棺内的亮度，还能够通过使用色片对遗体的面部进行整容，使遗体发灰发暗的肤色看起来仍然红润饱满。拿一个很小的照相机，通过这个反光镜照在主席的脸上、脸部，它形成了一个图像。这图像很不规则的一个图像，那就等于是从这一点通过反光镜看到主席的这轮廓，那头发呀、这领子呀、领髻呀，就这点要照上，其他头发上、领子上不让照上。这点的影像呢，就是这个影像。我把这个影像用光刻的办法，就把它不需要光的地方，
我把它折挡上。光整容的效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想象，也得到了中央领导和专家们的认可。主席这个右眼皮啊，他动过手术，有一道痕迹。哎，你要光整容，这一照上光以后，看不出来了，看不出来了，就用光整容的方法。1977年8月22日，水晶棺的安装工作已经全部完工。在9月9日之前，毛泽东纪念堂就将对领导和外宾开放。但王佑四知道，自己和同事们为毛泽东所做的工作还有待于更多瞻仰者的认可。然后呢，是9月份，第一个外国首脑参观是铁托，南斯拉夫的总统铁托来了以后，要瞻仰主席遗容，他对毛主席很崇拜。1977年9月，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时，毛主席纪念堂正式开始接待来宾。纪念堂中最为主要的水晶棺晶莹剔透，棺内的毛泽东遗体看上去依然面容安详。30年来，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透过这具水晶棺来缅怀这位老人。